清风拂月夜，为梦展千眉，轻歌我独醉，醉在你身边，无奈红颜多愁染伤悲，花真心原谅谁。婷婷，奶奶先回去，爸爸妈妈陪你啊。嗯，奶奶晚一些再来看你啊。嗯，婷婷真乖。奶奶再见。再见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哭过了吗？没事儿，妈妈昨天晚上没睡好。爸妈，我不想住在医院里，我想回上海的老弄堂，我想春花姨、老咕噜爷爷，还想妈做的大包子。那我们明天就回上海。嗯，咱们明天就走。嗯，明天就走。谢谢啊。舒涵，能进去说吗？请坐。哎，喝杯水。哎，宝弟呢？已经睡了。哦，你吃饭了吗？我让小翠给你做点吃的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今天是来辞行的。你要走了？嗯。婷婷的病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大夫说婷婷的病治不好了，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开开心心过最后的日子。对不起，叔，对不起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追究了。婷婷说，她想回上海。我明天就回上海去。我能带宝弟和你们一起回去吗？佳音啊，当我看见我那么小的婷婷的生命一步步的走向终结，我真的觉得生命太脆弱了。
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，不要把你的生命浪费在我，浪费在唐家身上。听明白了吗？可是舒涵，我爹娘都死了，秋香姨也走了，你和宝弟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了，我不能没有你啊。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人们都说当局者迷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一直口口声声地说你爱我，你离不开我，即使这么多年来你忘不了的一直是我哥，你爱的是陈志远而不是唐舒涵。不是的，我爱的是唐舒涵，我爱的是你。佳音，你清醒点儿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我爱的是你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佳音，你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八方雅集，你当时见到我，惊讶于我和我哥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吓得都昏过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就义无反顾地帮助我。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哥吧。我帮你不是因为志远，我帮你是因为我欣赏你的才华，是因为我们互相了解，我才好。好，就算真的是这样，那为什么在我失忆之后你跟我说我是陈志远而不是唐舒涵呢？别再骗自己了，这么多年你一直把我当成我哥看待，你满屋子挂的都是我哥的照片，这满屋子的花也是我哥喜欢的，而这里面没有一张照片是属于我们俩的。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讲的属于你跟我哥两个人的故事吗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你全都记得，你还要这样骗自己吗？我想我哥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你是因为怀念他而这么伤心，过得这么不好，他也会不安心的。还有我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的知己，我的恩人，我希望你快乐，希望你幸福。只是在我心里，从头到尾就只有素云一个人，我爱的只有她。我们两个不只有爱情，还有亲情、责任。忘掉过去吧，希望你往前看。不要丢下我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要丢下我好吗？佳音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再见了，佳音，再见了。会走到这里，心悄悄地，深深地，在寂寞冬里痛醒了。爱情的终点，无尽的旋律，化作一抹云飘散。我们爱
小健，我不是小健，我是宝弟。才不是呢，你是小健。我是宝弟。你是小健。我是宝弟。婷婷，阿姨，婷婷，你能告诉阿姨，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吗？我不能说，说了。阿姨会抢走我爸爸的。阿姨跟你拉钩保证，一定不抢走你爸爸。你告诉我好吗？手续了，谢谢你。来，宝弟，你在这儿陪婷婷姐姐玩一会儿，妈妈去找爸爸，一会儿来接你，好吗？好。妈妈把这个放在你口袋里，等一下。你把这封信交给爸爸。别忘了。好。妈妈很爱你，知道吗？我也爱你，妈妈。去玩吧。Thank you.
是明天的火车。嗯，好。哎，宝弟。宝弟。爸，爸爸。哎，爸爸。哎呀，想不想爸爸？想。宝弟真乖。婷婷，你佳音阿姨是不是来过？嗯，佳音阿姨刚来过呀，你们没看见她吗？爸爸，这是妈妈让我给你的一封信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舒涵，与你深谈，苦想良久，顿觉生命苦短，世事无常，忽然懂得前尘往事，应当断则断，死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为了志远，为了你，为了关心我的人，我都应该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我知道婷婷命不久矣，这几年陪伴宝弟，深感一位母亲的伟大与不易，故虽万分不舍，仍下定决心将宝弟送还唐家，盼你们能够将他抚养长大，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男人。对于过去的这些日子我所做的一切，请代我跟素云和婷婷说声对不起。我即将启程前往欧洲，我想在本初子午线太阳升起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。谢谢你给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。勿念，盼好，佳音留。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他离开了。就回来了，我，舒涵，大家好啊！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啊？哎呦，小健，小健又回来了。素云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我先带他们进屋，回头再慢慢跟你们细说。哎，好，好，接着进去了啊！哎，来，走走，先进屋，先进屋，一会儿说。好久不见。都还好吧？啊，都好，都好。我们先进去，出来再说啊。歇着吧。哎，歇着吧。
回到我们唐家，与我相伴。还希望菩萨保佑我的孙女婷婷，能够减少些痛苦，多一些快乐，让她留在这个世上再久一点，让我们一家团圆。哪怕折我的寿，来换她活下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菩萨，求你了。志远，你会回来看我吗？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对了，我把宝地还给舒涵还有素云他们了，是我亏欠他们太多了，请你祝福他们一家人，从此以后生活平平安安。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他们的，因为你一直是这么的善良。对不起，志远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。我想开始一个属于自己全新的生活，你祝福我好吗？啊，阿弥陀佛，佳音施主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，主持。今天我来，是想让您帮我灭了这盏长明灯。哦，阿弥陀佛，不知施主为何？我想告别过去，所有的恩恩怨怨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药无贵贱，对症则灵，法无高下，当机则妙。佛陀示现人间，入世度生，众生疾苦而开示佛法真理，教导种种妙方良药，良药自在人心，心则事事通达，何必在乎表象？何不留下此长明灯，为众生除烦恼，留安乐。阿弥陀佛。主持所言甚是，佳音受教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些香油钱还希望主持您能收下。啊，多谢施主。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回来这里了，希望我再来的时候可以做到住持所说的通达。施主慢走。阿弥陀佛。志远，再见。看，你看，看弟弟怎么说的。
你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小女孩。走，跟妈妈吃饭去啊。嗯。我说两句，今天呢是中秋佳节，难得素云一家呢和我们聚在一起，来，我们把杯端起来，给素云道喜，好不好啊？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啊，来，谢谢，干杯，来，干杯，来，碰一下，来，甜甜来。说两句吧，这次是我离开唐家老宅子以后第一次过的中秋佳节，第一次吃的团圆饭，我感觉到很温暖，这一切多亏了我的好媳妇素云呢。素云，娘这些年来对你千般刁难，百般排挤，娘对不住你，娘求你别记恨娘。娘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先别管，让我说完。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要敬你一杯，我要多谢，多谢你这么多年帮我照顾了舒涵，也给我们唐家生了一对这么漂亮可爱的孙子孙女。这些年来委屈你了，喝过这一杯，咱们娘俩以后就好好相处，好好过日子。过去的一切都翻篇了，你就原谅娘了啊。娘，我娘已经走了，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亲娘，这娘和女儿之间还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这些年多亏了您的担待，我敬你。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天天忍受我的坏脾气。没有你，我再也不会画画了，我也做不了我想做的那个唐舒涵。敬你，舒涵。只要我们全家人天天都像现在这样团团圆圆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不管你是什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好男人。来，既然唐夫人和舒涵都这么说，那我们也一块儿敬敬我们劳苦功高的素云吧。来来，
别，来，这些年真是多亏了大家，要不是你们大家伙，我们这个家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些年谢谢各位了，来，我敬你们。佛祖会保佑你们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叫我什么？妈妈，爸爸说你也是妈妈，以后我都叫你妈妈，妈妈会像我妈妈一样疼我的。你是妈妈最好的儿子，乖，乖。来，跟姐姐坐在一起。来。婷婷啊，这是奶奶在庙里给你求的平安符。希望你呀，平平安安，还有这个红包，让你开开心心的啊！来，来，拿着，收起来。谢谢奶奶。乖，乖。婷婷。给你准备了一个红包，你拿着，喜欢什么东西啊，自己去买好吗？谢谢妈。婷婷，我给你画了一幅画，喜不喜欢？嗯，这是蝴蝶，这是蝴蝶和甜甜，爸爸，你画的真像。来，婷婷，这个呀，是老咕噜春花姨顺子叔给你的长命锁，啊，让我们的婷婷啊，快快的健康成长。来。婷婷乖，快谢谢老咕噜爷爷。谢谢老咕噜爷爷。顺子叔和春花姨，我会感谢你们的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婷婷死了以后就没人照顾妈了。妈为了给奶奶打官司，连觉都不睡的赚钱。奶奶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好好的爱妈。奶奶要是回了家，别把妈一个人丢在这儿，好吗？婷婷，你说什么话呢？奶奶现在跟你保证，保证啊，以后一定好好保护你的娘，爱护你的娘，只许你娘欺负奶奶，奶奶啊，绝对绝对不欺负你娘。你回家就一起回，谁也不落单，好吗？婷婷喜欢奶奶，奶奶是最漂亮的奶奶。爸，你答应我，叫妈多认几个字。婷婷不在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帮妈念信了。爸爸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
弟，你要乖。姐姐死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的听。家了，婷婷，咱们回家了。孩儿不负众望，把唐家老宅赎回来了，今后我们还在这儿安家。秋香姨，我们又有了个儿子，取名叫陈逸远，就由他来传续陈家的血脉。我和舒涵会好好的把孩子养大，让他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。
我是申报的记者，请问一下，您能解释一下您这些作品为什么这么独特吗？这画里的是我的女儿，她患了红斑狼疮，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我每天都陪在她的床边，看着她身上的蝴蝶斑，给她讲述蝴蝶和小姑娘的故事。现在她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，我希望他能够在天堂过得幸福，过得快乐。任凭风飘逸，蔓延。佳音终成为幼稚园的园长。把他对志远的爱奉献给孩子们。你抓不到哦，来啊！谢谢！恭喜恭喜啊！终于开张了啊！哎呀，刘爷，瞧您说的，这些年谢谢您的帮衬，要是没有您帮衬啊。我这阳气酒楼也开不了张啊！是，谢谢您了。哎，刘爷，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上下，照个相，来，准备好啊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啊，小心点，来，快全力啊！悄悄地，深深地。